斗嘴结构最重要，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关键是开孔率，开孔率非常重要，你又不能开太多，因为开太多这个结构没弄。下雨的时候绝对不会滑。哦，那现场我们也做过这个抗滑的这个检测，效果都是非常。我们的我们所有的厂商都派代表来这边来观摩分享那我们针对我们这个工地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点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做到那么平整连一根螺丝都没有，光这样的一个品质，我觉得有必要分享我给我们其他的我们其他的厂商来学习那包括我们的边沟怎么去做，怎样会平整那我们的行人道怎么去做，怎么样会平整？我们今天都有相关的一个 people 来分享给大家我们芒果大道就是串联我们虎尾的新旧城的一个缝合，非常重要的道路。那临近呢，不只是我们国防的虎尾营区了还有虎科大，还有建国眷村那还有美人树整个串联起来。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芒果大道来串联工程进度已经来到60%了那我们在明年的二月就会顺利的来完工。今天这个观摩会呢，也希望云林县的整体公共工程的品质都能够向上提升。